11点以前，我们将行李托运。于是我们人直接上二楼，来到二楼的登船报告处。这时候准备好你的护照、信用卡、日本入境卡，准备报到。12点开放登船，我们11点就先来排队了。结果姐姐给我晕车贴。要吃什么？好，来钱，来钱。蔡心玉，你这样会不会吃太多了？我们同一间房绑定一张信用卡，船上所有的消费都是透过这张绑定的房卡。公主号游轮，我们又来了。上船前在民宿店把东西都收拾好。这时候拿着房卡准备登船咯。入船后会进行拍照留念。爱的原因从不值得明确，其实我更懂你，比你更懂一些。你决定了撤退，我怀里短暂。船上有很多表演活动都在这个中间。等他回归，我不会，你若会。房间单号房跟双号房是分开的，蓝色地毯是双号房，红色地毯是单号房，所以只要记得地毯的颜色，你就不会走错方向咯。我们这一次比较早登船，所以在船上晃了一下才进房。到房间的时候，我们的行李已经来了。其实我更懂你，比你更懂一些。你的悲伤喜悦，愿对我敞开心扉。但却有一种体会，全世界只能自来给。爱的原因从不值得。除了没有阳台之外，其他的东西大致都相同的。比你更懂一些，你决定了撤退，我怀里的衣柜上方是救生衣。厕所空间还蛮大的，还有一个淋浴间。除了衣柜之外，还有置物柜哦。内舱房间虽然没有阳台，可是空间还算可以啦。每个房间都会有公主日报，它会记载着当天的活动内容，请大家注意哦。